你随便打我这个手，你不管是打还是推，四面八方都有力量，啊，有没有？你这个手才敢往前面伸啊！你如果是这个样子，你不敢伸的，有没有？一动就倒，是不是？我的手伸出来，我是这个力，我才敢往前伸嘛，是不是？不然你怎么敢把这个手往前伸？那个伸的时候，我们下盘最基本功的下盘还要有。对，下盘的力道啊，对，他那个整个下档用这样两个档的力道。那这个连接，这个连接也要有。哇，是不是？这样子。老师，你有站在中心线上？那我不要站在中心。那我站好啊，那我这样子。他是在中心，你站在中心，还说呀？你站在中。